天天兄弟又有喜了。自去年大哥汪涵生下可爱的儿子小木木之后，6月17号下午，欧弟在微博晒出一张 B 超照，并表示跟老天爷又申请一个账号，希望我没有的技能他都能顺利拥有，宣布妻子怀孕的消息。去年8月，欧弟与妻子领证，上个月才在布拉格浪漫完婚的小两口马上要转成准父母了。这惊人的速度，连大黑牛李晨都调侃道：欧老板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，恭喜你。随后欧弟回复身体好。看到幸福爆棚的欧弟，网友们纷纷留言送出祝福。最重要的是个子要高，肤白帅气大长腿，叫欧弟1米9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2.0升级版小欧弟报道。天天兄弟又有喜了。自去年大哥汪涵生下可爱的儿子小木木之后，6月17号下午，欧弟在微博晒出一张 B 超照，并表示跟老天爷又申请一个账号，希望我没有的技能他都能顺利拥有，宣布妻子怀孕的消息。去年8月，欧弟与妻子领证，上个月才在布拉格浪漫完婚的小两口马上要转成准父母了。这惊人的速度，连大黑牛李晨都调侃道：欧老板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，恭喜你。随后欧弟回复身体好。看到幸福爆棚的欧弟，网友们纷纷留言送出祝福。最重要的是个子要高，肤白帅气大长腿，叫欧弟1米9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2.0升级版小欧弟报道。